阿赞湾做猫胎昆平佛牌，彩泥版本五印昆平，师傅手画浮点圣粉，材质用料加入了大量龙婆堪布的猫胎鹿货粉，混合千年灵木粉、黑神木粉、金达玛尼草药粉，师傅自己的圣粉，几百场法会上的上千位师傅的圣粉、利尼粉，多种龙婆梦的圣粉、龙婆红的多种圣粉等。阿赞湾师承龙婆堪布，猫胎鹿过粉是龙婆堪布留下来的材料。众所周知，龙婆堪布的猫胎现在上万元都难以求得，功效招正偏财成怨、招人缘桃花、利尼和其他圣粉在辟邪驱赶不好的事物上也有特殊的效果。师傅的圣物在人缘方面就更不用说了，棒棒的。阿赞湾圣物总能给佩戴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知识。